来看这一题 ，ABC 都是什么形？正方形。那正方形会出现四个边一样长，四个等边嘛？嗯。然后四个九十度，四个九十度嘛。那正三角形呢？三个等边，三个等边嘛，然后呢？三个六十度，三个六十度嘛。嗯。那两个为什么又在一起？我以前讲过了，正方形里面又出现正三角形，那小形会出现那个等，这两块会全等，这一块会是等腰，等腰三角形，还记不记得？记得。为什么这两块全等？为什么这两块全等？嗯，很简单啊。正方形是九十度，九十度。对。这里是正三角形，是不是六十度，六十度？那这个角跟这个角不就是三十三十？那再来呢？正三角形三个边边是不是一样？嗯、正四边形是不是四个边边一样？嗯。啊，所以换句话说，其实有几个边边一样？嗯，七个。四个一样嘛？六个。三个一样嘛？嗯。啊，其中一个一样啊？六个。是不是六个？嗯。啊，所以这个边边跟这个边边是一样？对。那不就是什么性质 ？SAS。对，所以这两块会一样全等。那全等，那表示这个边边，这里跟这里就会一样，因为你们全等嘛。嗯。啊，所以你这里跟我这里是一样啊，所以这不就是出现一个等腰对三角形，会不会了？会。会了，会了哈。好，啊，所以来开始做这题。那这题最后问的地方是哪里 ？CAE。九角。CAE， 来，我们来看 CAE 是不是在这里？是问这里？对。看得懂？看得懂。那、啊、再来呢？这里多了哪一条线出来？是对角线。对。那、啊、对角线不就是角平分线？嗯。那、啊、所以不就是？四十五，四十五。四十五，所以这里。四十五。十五。十五，嗯。为什么？嗯，正三角形。正三角形。然后扣掉这里四十五，所以这里十五会不会了？会。啊，再来呢？再来，这里呢？六十。六十对不对？嗯。啊，所以这里呢？这里的话，一零五。是一零五。对。因为一百八扣掉两个内角，就是第三个内角，会不会了？会。会了，啊，再来呢？再来。再来，那旁边这里诶，七十五，七十五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还有哪里？还有这里呢？六十。这里呢？三十。这个呢？这一块是什么？等腰。等腰，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等腰三角形，那这个不就是一百八减三十，扣掉顶角，除以二，除以二，七十五。所以这里七十五，啊太棒了，那这里不就封闭的三角形？一百八减掉七十五乘以二。减七十五，减七十五，所以来等于。三十。三十，会了。会。真的会了。会。那、啊、你的方法是什么？嗯，也一样啦。你的方法，你刚刚怎么写？不用。你刚刚，我想看看你的是比我快。这里四十五啊，哎，这里六十，然后这里就，这里也有一个三角形。啊，你的比我快。这里七十五，这里七十五，然后这里三十，这里又隔的腰，是这里七十五，然后这里就三十。